菲利门书，我是保罗，我为了基督耶稣的缘故上座受犯，我老提摩太兄弟写信的本意，我就所亲爱的同工菲利门，老在耶稣下赐福的教会，并阿菲阿姊妹，还有同我就乡下为主做兵的阿基布，因我就的阿爸上帝老主耶稣基督祝恩典平安本意道。亲爱的菲利门啊，我特别祈祷的事就提到你，常常为你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我听讲你对众生徒亲有爱心，对主耶稣亲有信心，我求上帝通过你对信仰所表现的团结，本我就沉地和基督结连的一切好处。亲爱的兄弟啊，你的爱心本来期待的欢喜来安慰，因为众生徒的心已经对你得到爽快。既然我是你在基督底部的兄弟，我本来做得太胆吩咐你行应该行的事，总是我甘愿用爱心来求你。虽然我保罗是基督耶稣的太子，列下又因为几个缘故上座受犯，爱含起感念安阳行，爱对你的请求是为到阿尼使命，其是爱在基督地位的来的，爱在感欲度的事上座其人生的阿爸，头摆其对你无马的用，列下其无论对你对爱隆重亲有用，爱列下送其多转你的威气，像是送我的心关系一样，我本来想要留记在我身边，喊记在我为福音初感的时节推你服侍我，总是无你的同意我莫安样做较好，本你所做的好事不是勉强，是甘心乐意的。阿尼西缪签字离开你，或者是爱本你永远得到记列下，其无再是一个努力，已经超过努力的成分，是在基督地位亲爱的兄弟，对我来讲其确实是安样，对你很卡是因为其是你的朋友又是主内的兄弟，所以你那是看我做亲密的朋友，向你接纳其转去像是接纳我，那是其实做对不起你的事，也是亏欠你骂的全部算爱的人，我在立位亲笔写下来，我保罗复制完，我没说你没地你欠我的是你的生命，所以兄弟啊，为了主的缘故求你本爱立的人情，我在基督地位的兄弟啊，求你本爱的心得到爽快，我写立奉献的本意，因为我诚心你要坦诚我，其实我对你所行的要超过我所要求的，同时想替我准备一只简房，我希望上帝要听你道的祈祷，本我转到你道的位置，为到基督耶稣同我向下坐感的一把佛对你请安，我的同工马克阿里塔古地马老路家也对你请安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在你的心中。